现在等一下12点半哦，在大会活动舞台 A G 进行的是千端出版所举行的这个阿南满雪老师的签名会哦，《桃色恋爱战争》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因为这个大破呢不客前来，我们请了一个神秘嘉宾，就是大破他妹妹叫大破子。然后现在大破子在松半当中。签名会觉得很开心，这样。